大家晚上好，天上乌鸦，我要来吃一下我今天在剧场点的晚饭。哎呀，西兰花，我和可可一的西兰花。今天现在是9:48，放点 music。晚上好啊，今天难得结束的早。对呀，今天发玫瑰花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今天是很早，所以我就来播一会儿，我一会儿还有其他的事儿。那我们今天来聊点啥呢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首歌叫 Crimson， 我的守护天使都没有付出行动。然后昨天和杨青青问我在干嘛，我说我在拍照啊，你忘了？他说哦，对对对，想起来了。然后今天杨青青在回来车上问我，你明天干嘛？这是不是，这未免也太明显了吧。是我守护天使派的。我不信，我觉得我守护天使就是和杨青青。大家今天都收到东西了，今天大家问，他说，小树也问，说你们都收到什么啦？然后大家都能说出来收到什么了，收到什么了？我有一盒 Pocky。还是所有人都有。我心里不平衡。我收到了两个问我明天干嘛。
那我要学陈琳啊，陈琳家的地址我也知道啊，怕我的守护天使不知道，他就守护不到我啦。何阳青青对我的表现，对，就跟他跟我玩剧本杀一样，渣男，什么也不对我做。我敢动吗？我不敢动。不让他对我太好，不让我守护天使对我太好，那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呀，那你起码得表示一下。不知道我的守护天使有没有在看我的直播，我作为守护天使我都付出行动了呢。这位朋友，你的 ID 为什么如此奇怪？默默关心。我特别好奇宋欣然怎么守护别人，我太好奇。守护呢？点奶茶。刚才我公演完上车，何阳今天问我你想不想吃什么，然后他又说哦对你减肥，这太明显了，这怎么，哎呀，怎么会有如此明显啊，不行啊，真是，哎。现在在吃西兰花，就是也不掩一掩，真是的。真正守护的人，欲擒故纵。什么？我为什么拒绝了？问我吃什么吗？因为我不吃什么呀。卡粉了，万一不是呢？万一不是，我就会批评他。补补吧。给别人打掩护，给谁打掩护？我今天在车上，今天在车上和杨青青问我明天干嘛，我说我明天上瑜伽课。然后他给我发语音，他就坐在我旁边，我们坐在第一排三个座，中间是放东西的，我包和何阳青青，他就在特别小声说，你怎么总是上课呀，我耳朵这边都听见，他非要给我发语音，我说你直接跟我说不行吗，然后我说我的天使啊，我明天几点上课，我上一个小时，几点就能回来了，我说我明天出门之前会在口袋房间里告诉你的，天使，哎呀我的妈呀，
真是我的好天使啊。我想听的时候可以反复听。哎，气死我了。我明天上课带上他干什么？帮我擦汗。没见过这样，哎，嗯，你们觉得我作为一个人的守护天使，我应该为他做些什么呢？再说陈琳。我竟还问陈琳有没有付出行动，他好像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。捶背。哎。一直怀疑我是他的天使。如果他猜错了，那个人会很伤心的。马杀鸡。为什么不觉得和阳天是人家派来的？我太不，我因为我觉得和阳这不像和阳青青。你们难道不觉得和阳青青是我的守护天使吗？WNH 是谁？博涵，小五啊，我觉得不是，我没有感觉到。如果是小五的话，我肯定会明显的感觉到。你给人家拔个罐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有一个盲区，就是好像小曲昨天收到了他的天使给他点的外卖。但是如果我的天使给我点外卖，我是不会知道的，因为我手机根本没信号，外卖打电话是打不进来的。我的外卖在楼下发烂发臭，我也不知道，如果不是我自己点的话，除非我的天使帮我拿上。是不在中心的人，不可能。比如呢？顾里生日快乐。宋欣然不可能，因为他心里有数，不，我心里有数，他守护谁，我心里有数。你知道刚才我还跟宋欣然发微信，我说我的守护天使，就是，哎呀，你还不能说。我说我的守护天使啊，他说你想要啥？然后我回他，我想要你快乐，我想要你健康、平安、幸福。然后说完我都要吐了。他说好的，他说好的，这个可以。顾里升华了，对吧？捶背，想得美，太感动了。哎，
他可别在横店哭了呀，被我这么一感动，哎。你可以替我去给他捶背，你手法没有好，你不行。连夜骑共享单车回中心，哼。我是自学成才，我给人捶背很舒服。你知道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我收到宋心妍的微信，她给我分享了一个我们国民美少女时期在直播间直播的视频，好像是他的粉丝朋友们翻出来发出来的，他分享给我了，我人都傻了，你知道，就特别像我们当时那个直播间是这里特别温馨，就是一个房间的背景，你知道吗？看看，我也找不着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这没有啊。然后我跟他说，特别像那个《我爱我家》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那种情景剧，就像傻子一样。当时怎么回事呢？然后穿的，哎呦，那个造型，哎呦，我妈，真的太傻了，我人都傻了。一早上起来就收着，就看见这。那个大帽子不是那一次，是另一次。我戴大帽子给人占卜，我还吃了虫子。和他今天给我发那个，我是戴眼镜的，就穿了个卫衣牛仔裤。太丑了，不看。我那时候也没丑到哪儿去啊。好像吗？我是惊了，我都忘了这件事儿。在哪能看？不知道。微博。往前加开车的视频。开车。我没怎么用抖音，不怎么用抖音，但是我有 B 站账号，你可以关注我的 B 站账号呀，请把我的 B 站账号打在弹幕上，谢谢。拿蜘蛛侠挡车牌了，是
哎，当时让我选个图案，我说那就蜘蛛侠吧，我喜欢蜘蛛侠。对，账号是啊 ，B 站马上要补完了，真不错。催更，哎，没啥寓意。BGM，啊，热，我开空调。自觉剪视频了，哎呀，剪着剪着就。等吧，总会等到。对呀，我今天就运动了，我今天跳公演，跳的可卖力气了。我明天也去运动啊，我后天还要跳公演，也要跳的很卖力气。我每天都运动啊，我昨天坐2个小时地铁拍照，我还没有运动啊，我前天也运动啦，大前天也运动啦。今天公园有趣事儿吗？今天公园没啥趣事儿，今天公园开心呀，今天公园大家都说 rap 了呢，哎，你们没看到可真可惜呀。我今天跳我自己站位啊，因为今天我们开始的早，第一反应也是在叫杨碧晨，晚上好，疫情现在有疫情，上海好像又有疫情了，大家还是好好的。对，今天戴了也不算特别漂亮，就随便戴了一个。来了来了，是王肺炎，因为一会儿要给小五录东西，所以小五给大家，他发了一个拼单，发了 Coco 在群里，我思考了一下我要不要喝，我还是喝了，点了一个无糖的鲜芋牛奶。
无糖鲜芋牛奶都没味儿啊。架子上不能有锅吗？这不是锅，这是盘儿。无糖，嗯，对呀，无糖就是名分儿啊。他是我的守护天使吗？我不知道。谁帮我，谁就是我的守护天使。我刚在群里说，我在直播，可以帮我把奶茶拿上来吗？我的守护天使。我本来想艾特何阳青青的，我怕他看不到。我和奶茶开心，为什么开心？我已经好久没喝过奶茶了，我上次回家也没喝。我上次喝奶茶啥时候来着？忘了，是哥老官那天吧。你不能喝呀，守护天使怎么会是奴隶呢？顶多是仆人。忘了仆人了吧？你明天想喝奶茶，那你喝呀。我有仆人，那我守护天使也没干什么，天天就问我你明天干嘛，问我你一会儿想吃什么，大晚上问我你一会儿想吃什么，问我明天干嘛。我那天跟何阳青青去按摩的时候，我都是跟他说了我第二天要去拍照，他还问我你今天干嘛，我说我去拍照，他说哦对对对我忘了。哎呀，守护天使，哎呀，青青。然后，青青说：“那我都问，我都问大家都去干嘛，我就想知道你明天干嘛。我不知道明天干嘛，所以问你明天干嘛。”我觉得是何阳青青，你们觉得呢？嗯，你们觉得呢？嗯，你觉得不是？那会是谁呢？何阳青青熟的人，小树，我觉得不会。如果小树是我的守护天使，我现在应该已经感受到了，还给我捧场了，对吧？而且他今天在公演的车上问我，你过几天回家吗？我说回呀。而且我今天在公演后台，我跟人说，何阳青青，我把我家地址告诉你。他和陈琳在一起，我说我把地址告诉你们呀，我家地址是北京市什么什么什么区，然后都重复了半天，我就看着他们两个背。但是何阳青青没有记住，陈琳记住。游离在守护天使和变态边缘，这啊，他就先问我你明天干嘛。
不，他先问的是你之后回家吗？我说回家呀。我说，嗯，我把我家地址发给你呀，我把我地址和手机号都发给他。然后后来他就问我，你明天干嘛？我说想吃东西吗？哎呀。太贪婪了，会是谁呢？不会啊，小树，不可能是翠翠。如果是翠翠，我会感受到他的爱，他的守护。何阳天生是直进男，直进女，太明显了。我排除掉了谁？我排除掉了 Coco 一。哎呀，我大家都排除掉了，因为我没有感受到大家的爱，只有何阳天青每天问我你明天干嘛。翠翠在隐藏自己，那她要做什么呢？我看宋宗恋宗吃过直进男的亏吗？我忘了，我吃过吗？我不记得了。吹吹新玩法。小树今天一直在问大家，你们都说到守护天使的什么啦？直进男，直进男太直进的人我受不了。那你们觉得我守护谁呀？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。僵硬的关心。我守护的人感受到了，我很确定他感受到了。我守护何阳青青，哼，笑话。我最后得猜错，那又怎么样？那就有效果，那就有综艺效果了。我就猜何阳青青。反转，何阳青青对我来说是什么？是反转。我守护他。哎，谁守护？何阳青青还是翠翠？不会是翠翠。哎，我暗恋何阳青青。他不会有压力吧？好好奇哦。想看推理，你这是玩剧本杀，还推理？有没有想人家守护你？你先守护好你自己。什么定制公演？私人定制公演？不是哦，就是没有直播啊。给我发翻牌，不知道说啥。说你今天喝没喝奶茶？你最喜欢喝哪家奶茶？然后问我觉得哪家奶茶好喝。揭晓的时候，谁知道？
手机都快没电。沉浸式那种是哪种？没有，过于隆重。我跟李昭他们那次啊，不是啊，那是密室之类的吃鸡。对，是解题，我就是个傻蛋儿。娃二娃呢？啊，我都忘了大家是几娃了。他娃不在，蛇精。你吧，你当。大娃，我也不忘了。牡丹花是四娃，我没记。哎呦，等会儿手机没电了。明晚要直播吗？不一定哦。明天没有公演，我会灰头土脸。我有一个问题啊，我前天晚上洗的头，昨天去拍照了，昨天没有洗头，今天我要不要洗头呢？但是我明天要上瑜伽课，我头发肯定会湿的，那我明天再洗一次吗？还是我今天不洗头了，明天再洗头。对呀，我就是不想洗，我就想坚定一下我自己的选择。对呀，后天还有公演，因为明天上完课我肯定是要洗头的。以后都别洗了。脏辫儿，哎，我真的很好奇，脏辫儿就不洗头呗，是吗？我真的很好奇，那他们不痒吗？他们怎么洗头啊？可以洗，怎么洗？用牙刷刷？不知道啊。
拆了洗，边脏辫边脏辫很贵吧，怎么能拆了洗，怎么洗，我太好奇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太好奇了，怎么洗，我扎马尾，咦，洗头粉，我去做一个，疯啦，我感觉脏辫拆了之后头发都变少了，编和拆应该很贵，肯定的呀，跟接头发一样麻烦呀，不贵，嗯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感觉外国人编脏辫是不是因为他们头发太多了，哎，而且就是自来卷，就是有很多人，所以他们不好打理才编的。脏辫，我的妈呀！我脑子编脏辫，头全是头皮，我秃头粉用一头，我的。好笑吗？笑这么开心呢？脏辫双马尾，哎呦，我之前就有双马尾啊，我现在公演双马尾有点不太合适吧，剃秃一半的，那你咋不试试呢？你试试，要不剃秃一半给大家看看。嗯，马尾双马尾不太合适吧，关键是我现在发量扎双马尾就是两个小条条，两小撮，两小揪。我今天收到花了，专属货位，拆了头发就是秃，拆头发掉了好多头发，我45关直播吧大家，我还要去干别的事儿。有生之年，那你拿什么跟我交换？我跳那个你就跳夜蝶吗？头皮营养液，云南应援会，嗨，你替他答应了，好的，想要搭档，隶属云南，突然消失，大家突然消失。
希望明天不下雨，你不会淋雨骑车回家然后天晴吧？你昨天不就这样？这个 CP 名我都不敢念出来，别乱那个误导我好吗？你们自己念念。我觉得可以。不行？为什么？故意的吧，刀。X 号怎么唱来着？我都不记得了。20号不去看公演了。X 号怎么唱？我们走的每一步。都不记得咋跳了，这首歌已经从我脑海中抹去。20号有谁能在公演现场给我捧场的？不会没有人给我捧场吧？我会很失望的。29不去，29不看公演，你们会后悔的哟。我把话放在这儿了哦。没买到票，哎呦，你先后悔。29号，跳别的。哎呀，这个角度我的痘都看出来了。我把话放这儿。直播也不看了，为什么？5分钟后关直播哦。因为我还有别的事儿呢，我要先。我有任务在身吧。对呀，做任务，今天又要熬夜了。我40关，再过3分钟。去守护吧。先期待了，也不用期待什么。拒绝夜谈，我要先跟小五录个东西，然后没剪视频。不会的。
一台老手，不可能不会的。我现在找他一会儿，我还有他之后我还有别的事儿呢。工具人，我是工具人。我是工具人。咕咕咕，没看呢。我只看了那些 cut。叭叭叭，叭叭叭。要被他说晕了，天哪，好可怕。我能说什么呀？我这个脑子里有什么可以说的？我也觉得没什么可以说。嗯，我不会聊很沉重的话题，我就不适合聊沉重的话题。我不会让自己沉重。山东，我后天直播，后天公演。我直不直播会听说的。山东人支棱起来了。大里边怎么说？我不会呀、啊。我之前听过张亚萌打电话，妈给我听，我都听不懂他说什么。好了，40了，我准备关直播了，大家，我要去，还有别的事情。去你的吧，再见，拜拜。拜拜，过两天再见。